第一水道，蔡昌城，小庄进城的是204双流的四组。目前领先是第四水道金华国中 A 队李文豪，紧接着后的是第五水道林桥国小李嘉士，以及第三水道 HIS 李前阳。首先抵达终点的是第四水道金华国中 A 队叶森豪。4273。